Good morning， 早安。我是瑞秋，我是秘书，我大叔。美人鱼课的第二堂课，六小时，上午跟下午。这个体力不知道能不能够撑得住。有我们的有几个同学的脚都已经伤痕累累。教练是不是说今天只有那种比较静态的、啊？没有啊，他什么时候说这句话？是啊、哦。你不要妄想。哦，好，我们就拭目以待。没有的。在旁边一直在那唧唧歪歪的。如果潜水就一直潜水，那个画面一定很可怕。当一个不知名的 YouTuber 啊，就要开始学习下岗的一些行为跟举止，例如说在很多人的面前就搔首弄姿。耶、yeah ！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你才怪嘞！不好意思一定会啊，那就是反正也没人看，管他去死了，牛起来哦！哎，等下重来 ，NG。好，来，站哪？来啊，这里、啊。我跟你讲，盘上去，撸头发下来，然后手就这样这样子上来，手就可以。无时无刻都要练习。
教练帮我们看完姿势之后，我们再回到这个泳池，深水的泳池，再下一次水，然后明天就会拍照。动作的重点是什么？手指，手指放松，对不对？但是手，手肘这里要怎么样？放松，微弯，就是身体在这个时候，这个脚背要边边，然后可以让身体有一点侧面的曲线，不要完全直直的，转侧面。救援的，要啊，都是会发生的。你看我这样子立着游，它都是水煮怎么游？所以你要躺着，只要躺着，所以肩膀要去水里面，这样子踢才会比较好踢，可以吗？那我是要闭气还是要？你在想象你自己问题。超级巴，不过我喜欢。出来之后就换。看这里没有贴到，所以夹水就不够啊！你看这里会往上浮，就是因为你手往下拨啊。为什么下不去？因为你自己在害自己啊！好，我们看 pose。你练习的时候做比较好啊，会后面发生什么事？紧张。不是，我不知道，就是那个可能气没有控制好，然后就乱七八糟。希望我明天可以看到你精彩的一面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也是蛮精彩的、啊。Yeah. 好。那你看到它这上面的漆，它都是一层一层上上去的，所以为什么一整条的细胶鱼尾要这么贵，要10万左右？因为它这个可能线条都是手工刻出来的。但如果你们对这个有兴趣的话，台湾目前还没有人做。如果你们有人认识是很会做手工的，欢迎开发这个市场，我需要你。但就是没有什么人做，也许你可以，如果你觉得 很方便做的话，就可以做。我回去找一个我弟仔做的一个手工的，很丑哎。然后我是全部做糖果，然后再粘。放心，可以。你弄啊，你弄啊。对。你要穿哦，我要把。就是很少人特制。后面扣起来，其实你可以做后面扣起来，然后我们有什么，不是很舒服。台湾很少人有这种装，你这个表情，因为可能就是台湾的市场正在刚开始。哦，这边有人吐，这样子吐。观众先吃啊！不然黑掉了，我怎么办？它还炸青锅哎！炙烧海陆什么？巴拉巴拉闪寿司冻。你为了人鱼这样值得吗？值得啊！更强的啦！可以啦 ，OK。我喜欢，我很爱。你
看，痛苦会过去，美丽会留下来。好痛，等一下，那上面有一个东西哎。好，可以。要修啦。那你呢？我你就你怎样？被蚊子咬算吗？受伤吗？你把我省他了。可怜被蚊子咬。好、哦、可怜呢。人鱼课的第二天结束。第二天，我们去看星星啦。不过我今天很饱，星星哎。好了，然后那个人鱼课明天是结尾，那明天会是成果的发表。成发。对对，所以如果 要看成果的话，一定要追踪起来，然后明天才看得到，好不好？最重要什么？订阅、按赞、小铃铛，小铃铛开起来，这才看得到结果、哦。拜拜。行。抓死！爱心，爱心。哎呀，九哥，动作是对的，但只是不够吸引的。拜拜，拜拜，生日快乐，老板娘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的祝福。